讲吧。卢台长好。我们的自己的业我们自己背。我现在看一下我爸爸。你爸爸是吧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户口本上写的1955年属羊，但是不确定。您给看看吧。人家说你能看出来。比55年大一点。对，对对。所以那是属羊还是属马呀？你爸爸这一生啊，人非常正直，非常好。是。他怀才不遇。是，是。我告诉你，而且他犯小人，本来他可以甭穿上去的，就被这个小人一搞，他掉下来了。是是是，特别。鼓掌。这个是真的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你看，听得懂。你爸爸一看见台长掉眼泪，他就知道。说对了。我能够理解他，我能够知道他的所有的身世。我跟你讲，你们要记住啊，真的，好人也不一定啊有好报。为什么呢？他是前世有很多的冤结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乖一点，对你爸爸好一点，学佛，帮他念经，让他晚年开心一点。他脾气很倔。而且呢，我告诉你，他心中还有一个亏欠，亏欠一个女人，他觉得对不起她。谁呀？你妈呀！啊！不要紧张，好不啦？看你爸爸，那不刚刚擦眼泪，一听一个女人，紧张的嘞，眼泪都没了。我说你妈，听得懂吗？其实呢，你爸呢，年轻的时候，好几个，他有两个，对他很好，追他的，只是他大义凛然，我就不要。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？我话还没讲完呢，一个是我就不要。一个我就不要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看到一个跟他缘分很深，一个缘分很淡，听得懂吗？这就是过去了，就算了。你爸爸现在其实是腰部非常不好，牵引到他的大腿和脚部关节。我爸是那个脑出血，然后呢那个中风。哎，对，中风。然后的话就是可能脑子的现在恢复的还可以的。他有一个脚完全可以动的，只是另外一个脚不好。对，左脚不能动，然后左手也不能动。看一下。而且你爸爸现在是左半边，左半边。对，前列腺爸爸不好，叫他要吃那种前列腺的辅助药。好，其实澳大利亚那个新西兰有很多的这种前列腺的辅助药特别好，你要叫他吃的。好。你们要听台长一句话，有些辅助品你们不要以为不好，我告诉你们，人真的要靠调养的，吃就吃了，不要以为哎呀我吃上了，哎呀我不要吃。我告诉你，一辆旧的汽车就得靠保养，五几年的车怎么会没毛病啊？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还想问什么？想求卢台长给我们做个加持。做个什么？做个加持，帮我吧，能不能？啊，加持，加持。没有，我看那个。我都搞不清楚了。我看那个录像里边可灵了。加持要靠你爸爸自己要许愿的，你爸爸至少说我这辈子不吃活的了。或者我不吃活的，没问题，不吃活的。他能吃，他是能全吃全素不啦？
行不行啊？这辈子吃素的可以。可以啊。可以。好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吃全素，台长可以叫你在一年半到两年当中，我可以叫你站起来走路，像正常人一样站起来走路吗？明白了吗？明白明白。就是我告诉你，第一叫你爸爸吃这个那个丹参片。丹参片，复方丹参片，心脏的问题是吗？复方丹参片要吃啊，对，活血化瘀，好，帮他血全部通。好，第二念小房子，要多少张？21张一波，不停的念。好，你爸爸过去有一段辉煌的历史啊，有，我不能多讲，不太明白，听得懂了吗？叫他要把那段历史忘记，好好的天天锻炼身体，做个快活的学佛人。身体最重要，其他都不重要，没有身体了你还有什么？对，对不对啊？对。然后叫你爸爸要吃全素，然后要念经，开开心心。我会告诉你，很快，其实台长要他站起来很容易的，您试试呗。你试试，他要能站起来，我现在给你磕头。你主要是你爸爸还没念经，还没吃素，我会背很多的，你听得懂吗？我背。但是呢，我可以给他加持。加持呢，现在跟他讲话，实际上一直在加持。谢谢。他的右腿啊，其实就蛮好的，好动的。你叫他抬起来，没问题。你叫他踢上来，动。对。动右腿没问题，看见了吗？好，左腿一点点来，好，左腿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左腿可以稍微一点点，看见了吗？好，你感觉一下你的腿热不热啊？腿热不热啊？我浑身都热。好，我现在帮你梳理脑神经，你看看你的脑子热不热啊？舒服吗？舒服极了。我告诉你，其实要他站起来很容易的，但是要记住啊，叫他一定要吃全素，好吧？从今天就开始了。太好了，你爸爸是一个好孩子，非常正直，非常善良，他只是脾气太倔，得罪人了，人家一直揪住他不放。听得懂吗？过去，我说他过去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你要叫他好好的想通，想明白，身体养好，开开心心，能活着就是你的本钱。人什么叫本钱呐？本钱，钱不是你的本钱呐，你的生命才是你最好的本钱呐。差点丢了，你看看台长，苍蝇都不打的，全部赶走，好吗？好。那个叫你爸爸要当心前列腺，多喝水。好。喜欢喝茶吗？不喝茶。不喜欢，要学会喝茶。年纪大一定要喝茶，因为你爸爸过去喝酒太多。哎呦，我不喝酒，我一口都不喝。早就不喝，喝过的。喝点葡萄酒、啤酒，其他葡萄酒、白酒不喝，喝点葡萄酒，红葡萄酒，很会喝的，快的不得了，我都能把你过去拉回来，看，您给看看得了，太正直了，他这个人脾气太倔了，你爸爸脾气太倔了，非常倔，不好，要变得软一点。明白了吗？我问你啊，牙齿硬还是舌头硬啊？
牙齿硬吗？牙齿怎么都掉光了，舌头还在啊？明白了吗？叫你爸爸不要难过，他一定会有恢复的这一天的，叫他好好相信菩萨，告诉你他身上有护法人保佑。是吗？好啦，最开心了。因为你爸爸如果没有护法神保佑，两年左右，过去两年左右，他有一次差点死掉。对。鼓掌。有一次从梯子上掉下来了，特别高。听得懂了吗？这次走掉就走掉了，人两腿一蹬就死了。对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一定要好好把握好自己的生命。生气了，生气，我告诉你，对别人没有一点损害，唯一的就是损害自己，所以不要生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。那我爸有护法护身，怎么还会这样呢？怎么？怎么还会这样呢？之前是因为出车祸被人撞出十几米，然后。然后本来人没事儿的，结果在床上躺的，然后就我就告诉你，他脾气倔啊，他自己在里边气的嘞，这个气乱撞血管，有的地方呢不通，一堵出血了。哦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所以一个人不能生气啊，气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？肝呐、啊。所以肝火旺啊，火气大呀、啊。所以一个人肝不好就容易发脾气，你天天生气的人肝就不好了，所以不要生气啊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好了，给他每天念大悲咒7遍，7遍，心经念21遍，21遍，礼佛念1遍，这是开始。好。然后往生咒念21遍。好。你看看你爸爸精神越来越好，明年我来的时候他一定站着跟我讲话。太好了。有什么问题去找他们共修会，他们这里的共修会孩子都很纯洁的。好，明白了吗？好。包括前面那个女士，把你儿子带到共修会去看一看有没有合适的。好啦。好吧。好。好。帮爸爸放放鱼行吗？行啊，这边怎么放啊？新西兰没法放鱼啊。就是你问问这里的共修会吧。好吧。出去问问共修会，叫你爸爸看看我那个白话佛法书啊。行，你爸爸会看了很开心的。好。每天看了就会开心了。好。老人家，你记住了，一辈子有很多人欠你的，也有你欠人家的。台长都看见了，别人欠我们的太多了，都平了，所以不要生气，不要老记住人家欠你的，记住了，你也欠别人的，明白了吗？好，好了，好，看见吧，台长告诉你们啊，人心解通了，想通了，想明白了，什么都放松了，明白了吗？